从刚才开始用那个美白皂，我一用的时候，它就很保湿啊，它那个肥皂洗了那个脸，不会觉得很干这样子了。然后那个 cream 呢，它也很滋润。等于这个防晒呢，因为我本身是做美容的啦，然后我用过很多防晒产品啊，哎。 防晒 UV 啊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防晒它很快的吸收，然后很快的被吸收到那个我们的皮肤里面，所以觉得很舒服，让你的脸很清爽的感觉。好，我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。